后你再告诉他，里面你睡在哪里，爸爸睡在哪里啊？ I sleep right here. 好。And there's two lunch tables. Two lunch tables. Yeah. 啊，你坐上去看看。你还可以开车是吧？啊，菲菲，你睡上去看看，可以睡吗？我当然可以睡，我前面买个床垫，我也可以睡在前面。嗯。妈妈长个高一点了嘛，她比我高了嘛，她就睡在后面。哦，这个完全可以。哎，你去试试后面的洗澡房。蛮好的，我觉得很大的，足够的呀。这个就是关起来。哦，这还可以关起来，你试试。哇，这关起来感觉这里变得很高级了。对。这里它是一个吸铁石一样的。哎，这个房车这个还蛮大的感觉。对对对，然后后面这个 space 也蛮宽敞的。如果真的洗澡，就把门开开来，这个浴帘一拉，空间就更宽敞了，不错不错。对对对，这个一等，小心。微波炉在这里。哎，你微波炉开一下看看。是微波炉就这么回事吧？就这样一个小小的，就泡面还是可以转的，就是那种就是 frozen food， 小小 frozen food 的可以弄的呀。冰箱开开了，这个拿去给他开。好，不要弄了，别给人家弄。冰箱看看。冰箱它是怎么开的？冰箱就是这样。下面还有两格子的是吧？对。然后这里应该就是冰箱里叫冰 freezer 的地方。就可以放点小冷饮啊什么的，对，我觉得。然后就是。空调在这里。还可以。挺好的。再有个 fan。对对对，哎，那个叫什么？厕所里面有饭吗？不知道，你看看，我没注意。哦，有的，厕所里面也有一个。不要再弄了，别让弄坏了。这个是可以放下来的一个水兜，对，早上可以刷牙的。其实，在外面户外去 camping 的话，外面放也可以。这倒是。这个主要是可以冲一下。这两个床还是蛮经典的，我觉得。对，床嘛。这样子就我们就三个人有 enough space。对。好，伊凡，下来吧。OK。我们这次是想买一辆 Class B 的房车，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Class B 的房车比较好停车。这样的话，无论是去城市也好，还是去亲近大自然，都会有一个比较方便。比较好的体验。这种房车的一大缺点就是空间小，但是吧，我们觉得也不能什么都要，所以说相对的牺牲空间，提高它的移动性。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笔不错的投资，可以带着一家人去旅行，上面既可以做饭，又可以解决普通的洗漱问题。在周末带着家人出去郊游一下，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还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见识这个精彩的世界。我觉得吧，看过一个更大的世界，就会有一颗更大的心，就不会去拘泥于那些生活的琐碎，也不会整天吵着要玩游戏。所以我觉得一辆房车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东西。对。大也不就是车，这车整个也不算太大啊。不错，蛮好的。就这辆。
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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